收看《饥饿游戏》。哎，不错，大家很有默契。对对。因为我刚突然讲说弄一个不一样，因为今天是王子的是啊，我们今天是四王子 and 四公主。但今天就是大家很不一样的造型。对啊，为什么要这么把我们搞成这样子呢？这是有主题的，有主题。但是我们有一位女王要出场，女王，欢迎在哪？女王出场，音乐下，还有音乐下，还有出场从哪里跑出来？有性感的声音，哎呦，性感又低沉。这是稀客，稀客，稀客，稀客！太感人了，开心啊！我终于履行我的承诺了，是终于来了，真的好几年嘞，讲好几年了，我终于来我偶像的节目，哎呀，我所爱的节目了。我只能说，看到你，等你等到我心痛了。我们节目三个月的时候，然后就邀请了 Selina， 她就答应了我们。我们节目到现在已经五年了。恭喜你们撑了五年。不过这次来有新的这个作品，对不对？对，我出了我的新的 EP《王美的路》，我要自己做主。然后这张 EP 里面有三首歌，两首歌是我的词曲创作。哇，厉害厉害！是啊，所以变才女了，才女了。反正有创作的元素加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蛮好的礼物。太好了，太好了！我觉得今天好像完全回到完全娱乐的感觉。对，因为以前我们几乎每个礼拜他都来上节目，对，每个都在玩游戏，而且后来游戏你们也是越玩越疯了。对啊，我其实我自己是蛮喜欢玩游戏。今天可以玩得很就玩开心的，好，今天我们大家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装扮，女王。为什么要有这个装扮呢？今天这一集是 Selina S 女王特辑。哦呦 ，S 女王 ，S 女王。除了 S 女王之外呢，会分成公主队跟王子队进行任务对抗。但是两队当中各自只有一位是真公主跟真王子，所以 S 女王在四关的游戏当中要自行选择要加入哪一队。王子队获胜的话，可以秘密听真公主的线索。哦，听到真公主。公主队获胜的话，就要秘密的听真王子的线索。因为我是真女王，所以我就要找出真王子跟一个真公主。对，好。听完线索之后呢 ，S 女王可以选择一位获胜者，公开听听她的分析跟表述。整集下来，最后 S 女王找到真王子还有真公主，一家团圆，真对获胜。真对获胜。假对错哦，所以今天简单来讲啊，体系来说就是三个真的，其他假的人都一对。对，哇，那抽到这两个真的要很会演呢。对啊，在一开始就被发现了的话，那就完了，没得玩了。对啊，假对获胜几率很高哎。获胜那一队有机会获得奖金9000元。有机会，所以一个人3000，3个人。所以因为针对很难呐，针对那两个人要演。整集都要隐藏自己，可是又要在女王面前要让她博得她的信任，真的，对，她还不能露馅儿，对啊，这个不能露馅，真是然后又要让我知道，获胜的话可以知道。好，这个我们知道了。那我们的身份要怎么处理？哎，到旁边秘密房。哎呦，哦，这样抽真的好难哦，哎，好秘密啊！我先去，我也想要先抽。尔虞我诈的一天即将展开。好，第一关我们要玩什么呢？要进行的是妞妞车接力赛。妞妞车，这边是起点，然后妞妞妞摇过来，到过三角锥之后，回到自己的起点，率先一棒打终点的获胜。哦，接力赛对，我们绕过去回来是回到自己的，所以会交叉就对了，有一些碰撞。我现在哈比较担心的是，女王加入哪一边，我觉得都会变成拖油瓶。玩游戏有这么差吗？很少玩游戏吧，已经很久没玩了。对呀。小，我刚要下去，我就觉得哎呦，你们可能需要接力。你赢了你才能得到线索。对啊，你这样才能知道谁是真公主。他就说我是拖油瓶，你们很明显不想跟他同队，对不对？我看你们一直在争线。没有，没有，
没有，因为这还是有现实面啊。我们哪一队赢了，我们就可以知道敌对的线索。对，所以我们都想要先，然后我们知道敌对哪一个是假的之后，我们就会告诉你。好了、啊，可是对我们会有差啊。对，我们也会想要知道啊。针对你们有差，没关系，就但我也会有差，但也是 OK， 你自己决定。好，那我这一关我要跟女生一对。哎、哦，这是一个律动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应该手长脚长，应该都记不住。会卡住吗？好，现在两队的第一棒都已经就位了。我们这边派出的是仁甫，他们那边派出的是君君。比起在这个阶段谁的速度比较快，嗯，我更想看到的是两个人过了三角锥之后会不会打起来。为什么我又要遇到他了？我你是摆脱不了我的。没关系，这个地方不需要动脑。我不怕你，我拼的是体力。但他不会跟你动脑，他到那个地方可能就会，比如拉你的脚啊，对，戳你眼睛啊，泼辣椒水。戳得到。好，听哨音，预备，加油！加油，哎呦，女生，哎呦，女生其实快耶！哎呀，来了，有没有？有没有？这就是这兄妹的特色，有没有？这对兄妹的特色就是这样。还没有第三脚就打起来了。脱衣服，脱衣服是怎样？王仁甫，你要去哪里呀？仁甫，轮胎卡住，衣服卡到轮子，衣服卡到轮子，你干嘛要脱衣服啦？哎呦！谁是第二棒？谁是第二棒？王仁甫，追一下，追一下！来了！哎呀，你冲了，冲了，冲！你被他得逞了，这就是俗话说的“青出于蓝胜于蓝”。荣耀！哎呀，挺好，下一棒！哎，不能赢！为什么？要直接回砖好。什么？可以？哪有？他无法突破，他输了。可以啦，可以啦！我成功一次，成功，可以。阿公，可以快一点吗？阿公，你是复健的吗？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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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我们相撞啊！别跟我们相撞啊！哇！你别过来！拉外套！哇！你别过来！拉他外套！拉他外套！走开！走开！甩过来！女生，周定伟应该也不会走这一招。加油！加油！周定伟玩游戏应该也是超级认真玩。去了我！天哪，天哪！哇，好累哦！快点，快点，要进！换神灵了，换神灵了！我们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加油，皮！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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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快不了？哦，我抓到没杠，我抓到没杠。左边踩多一点，左边。我抓到没杠。Little Miss Magic in lane four. Little Miss Magic. This is for 5,000. She's going to win it hands up. 我要最小见识。杨文斌啊！杨文斌啊！女王怎么有点像复健啊？怎么这么慢呢？我已经很快的。慢哦。啊！你冒头，你冒头。哇，这个速度哦，其实蛮可怕的。正常人都是坐着溜滑梯，然而女王就是不一样。我坐不起来。你为什么会用背躺着啊？我因为我要拿这个，我要救他，我就是我很想要起来，我起不来。溜滑梯的方式好特别啊。等一下我等你，加油加油，快走，我的腿太卡了，走，我
哎，他好可怜哦，我好想，我刚可以完全慢慢来哎。你在干嘛？来了吗？可以可以，出发，快出发！你看，你好，哎，你在干嘛啊？你不要一直逃！你右脚用力点，我往左边啊！右脚右脚，右脚右脚，花花去帮他一下，帮他一下，好，帮你，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撞墙了，帮你，帮你，帮你，好，帮你关，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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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抓到，我抓到了，我抓到了，好乖哦，好乖哦，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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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那里啦，回来，他在哪里找他？你真的那么爱那个？拆下来带回去啊？奇怪，我为什么会一直被吸过去啊？烂透，烂透了！我们差超多了，我们差整整差了一磅多哎，好卡哦！好了，厉害了。没有想到今天获胜的居然是女生，女生，公主队竟然在这一关拔得头筹，那公主队可以去听秘密了。真丸子不是个老头。哦。所以如果选到假的人。他不能跟你讲真的线索，因为他等于是帮你，所以他要讲假的。但如果你选到真的人，他讲真讲假，我不会知道。但其他人就会知道，其他人会知道。所以其实应该要顾的是，但其他人知道，他后面就会可能开始跟你讲说，哦，刚刚谁谁谁讲的是假的。四位公主都得到线索了，被侍女王挑一位，只有一位听。哎，只能看你相信，其他都不搭腔了哈。嗯，也不能讲。不搭腔了，其实我们四个没什么把握。嗯，对。丫头，我觉得是人虎哥，真王子是我。对，哦，啊，这好难互动，根本不能讲。没有，他讲的时候我要看其他公主的表情啊。没有，我们的好忙哦，但我们想法不一样。对啊，而且有可能他如果是假的，他也会带假的给你。那你如果相信了，去你那一队就输了。哦，也有这个可能，这也有这个。他可能是假的，他要保护假的。对，所以他会讲一个假的王子，推进去一个真王子，对，让你误以为他讲的那个人是真王子，然后到最后你选过来之后才选到这是假王子。这线索的意义？对啊，还给一样，因为听完感觉就是我是真王子，目前全部里面只有我是真的在你旁边。这么烧脑的话，那获胜队先吃东西，好吧？哎，我是输的。想到完全忘记。恭喜公主队啦！哎，吃一人一份还蛮大的，哇，而且吃的不错哎，这个甜点。对，我们这个呢是年轮蛋糕，是用黄金比例的那个面糊调制而成的。那它每一层呢就要经过一次的烘烤，所以它要烤15次，然后用12小时冷却它，所以其实才能做出这样的年轮蛋糕。哇，对，刚闻到那个蛋糕的味道，是因为它一直在烤，这里就有，所以烤所以不是误会，是这里真的有蛋糕的味道。另外呢，这个巧克力微笑脆饼呢，它其实用一个那个完美的切割方式，然后它其实就是年轮蛋糕的进化版。哇，感觉不错哎，来来来，这个长崎蛋糕呢也是经过高温烘烤，然后呢它是经典产品，上面呢放的是香草冰淇淋，淋上焦糖酱跟卡士达酱，是哟，好吃哎，哦，这个那女王喜欢是不是？
就是很像饼干，脆脆的，但是女王就是刚才哦，我们听到丫头讲的，她说了之后，刚才其实大家也有一些反应。我有看到她们三个其他女生的表情，是这个都是你参考的范围，对，到底她讲的是不是真的？然后为什么他们会反驳呢？谁的反应最大最快什么的？我们这边当然没话说，因为我们是输的嘛，都不知道。可是丫头在讲人府的时候，就你们的表情也就是有点凝重，是不是？对，怪怪的，有点凝重。我想说，会不会因为他们凝重的人都是假的？其实我们也是在放空了。对，我凝重的原因是我一开始的时候身份就被揭穿，所以我很紧张。屁呀，我才不相信。真的啦，我很紧张哎。真的吗？连我讲，我是想说一开始就讲出来，我后面怎么玩？我跟你讲啊，其实大家都不用多说，为什么在女王的面前？所有人都是真公子、真公主跟真王子，因为在他面前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假的，对啊，所以看着办，看着办。好 ，OK， 好，哦，好大的一个公园。是，我们来到就是桃园的丰和公园啦。丰和啊，是的，这个公园呢，它是一个滑梯的一个主题的公园。那它其实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这个长达50公尺的这个滚轮溜滑梯。滚轮溜滑梯。对。这个公园里面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溜滑梯，比方有磨石子的溜滑梯，有一些像沙坑啊，或者是一些像草坪看到的，其实都可以在上面做野餐。是。所以其实是一个蛮棒的一个公园。滚轮溜滑梯是好像只有这边才有。真的哦。不用，那我们到这地方想玩，要干什么呢？两队要进行女王 Q&A 大赛哦，我要 Q&A， 没有，全部都是跟你有关，跟我有关，糟糕，我超了解他，他如果问一些私事，你可能就不了解，他不可能问私事，私事不会有答案，对啊，你怎么知道不会他不知道，超了解，然后竞选方式是聆听题目后抢答题选。想到的就要溜这个滚轮溜滑梯下去，下面回答。然后两队各有8个筹码，每局派出参赛者之后再进行压注，最多压3枚，最少压1枚。答错的话筹码就没收，答对的话筹码就保留。5局之后，筹码较多的队伍获胜。你想要哪一队？他加入那一队就很有利耶。我本来是想说，因为刚刚我已经。女生拿到线索了嘛，所以照理说，我觉得应该要男生对，然后也要知道他们的线索。而且这么冷，应该不会想要破坏。还是就直接加，再加一层。你就蓝色的外套再加上去就好了。再加，所以我这一关呢，我要选择王子队。好 ，OK， 各派出第一棒了哈，孟哲对上圈圈，但是我们有8枚饥饿币是一定要在5棒之内用完，麻烦人府分配。圈圈哦，对上圈圈，我觉得圈圈也不是非常了解。圈圈，圈圈对 Selina 了解吗？没有，还一般。我对 Tiffy 跟 Ella 都很了解。他说没有，没有，他其实是只对食物了解的，越有胜算，我们要压越多嘛，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可是你不能，你要后面也分得了哦，还是三个不好看呢。没关系，可以啊，他要不是可以不能半枚的，不然我说半枚就好了。我真的没信心。你们呢？我们也是小四输了就被没收。二吗？对啊，两枚了。我们有对你有信心。两枚。我们有对你有信心。有没有？你怎么那么真？你说什么？三啊！我要看对方这样怎样。三啊！哎，好，轻松了，轻松了。你们可以啊，他三，你们三，我就二。算了，就先讲，好，好。第一题，请出题。你真的了解女王吗？请问 Selina 新发行的 EP 歌曲中用了哪一位歌曲中用了哪一位节奏？第一题。谢谢，请敲头，请敲头，请敲头回答。只能滑溜滑梯，爱抢。题目是什么？选项 A B C 是什么？对啊，爱抢，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要滑连这个布吗？还是没有？
可以听，快点！变到很快。你真的了解女王吗？请问 Selina 新发行的 EP 歌曲中用了哪一位？你也太小声了。解锁为歌名呢 ？A. 居里夫人 ，B. 戴安娜王妃 ，C. 圣女贞德。哇！有三个答案，三个答案，第一个。我不知道选项是什么，但我随便猜一个 B 好了。恭喜！两队要派出一位队员抛飞乌拉圈啊，其他队员同时连滚翻后要穿过乌拉圈。你会不会翻不过去？然后看你卡到一半这样。我其实没有很有自信哎，那我不就成为真正的拖油瓶了？你你想着你用你这里去，这里去控，这里去控制吧。你可以先试一次。可以啊，可以。好了好了，不要再拜了。来来，我看你已经拜好多，快跪九叩的啊。我不知道选项是什么，但我随便猜一个 B 好了。恭喜答错。居里夫人、戴安娜王妃跟圣女贞德。为什么我的速度跟刚刚差这么多啊？你太重了。哇！帅气出场。我原本想选，但 B 跟 C 随便选一个。好，来答案。C 圣女贞德。对。恭喜，答错，答错，答错。那我们再去。真的了解你，不能给暗示，你不能给暗示。Selina 新发行的 EP 歌曲中用了哪一位杰出女性作为歌名呢 ？A. 居里夫人 ，B. 戴安娜王妃 ，C. 圣女贞德。来，请去。夫人不用抢了啦，不用抢了，不用抢了，我以为，我以为第二轮，所以君君可以直接去打了，君君可以直接去打了，不清楚规则的人了，君君可以直接去打了，但至少每个人，其实他现在啊，他现在就是拼运气，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前一题是没有答案的，对啊，所以他等于是从头开始，如果他再答错，你就是二选一，哇，圈圈。到底是 A 还是 C？ A 居里夫人，我们也不能跟他讲答案，对不对？啊！恭喜，答对！耶！答对！所以答案是居里夫人吗？居里夫人，其实它是谐音梗啊，是我居在家里的。这个是黑道的，完全没听到题目。拿去拿去，还好一枚，还好一枚。我们最低，我们最低的那个。好，数到三，第二棒站出来，预备，一、二、三。好，厉害啊！女仆对上真王子，他就这么厉害呢。我不小心讲出来，哪有？你怎么会知道？对，很烂。我们刚刚聊天呢、啊。好，来下注，怎么下？两枚，两枚。两枚，因为我两枚输了，我们还是赢他一枚。对，没错，脑袋太清楚，很清楚，不愧是那种很精甲电的。来，第二题，请出题。你真的了解女王吗？请问 Selina 在下面哪一首歌当中担任 MV 女主角呢 ？A. 连名带姓 ，B. 大龄女子 ，C. 无人 ，D. 大龄女子 ，C. 无人知晓。这不会错了吧？这不会错，这不会错，绝对不可能错，绝对不可能错的啦。哇，这个速度！答案是 A， 连名带姓。确定吗？对，确定。恭喜，答对。Kill.
哇，没收，对，没收，没收，没收，我们要保留回来了。OK， 那我们这样保守，对不对？好好好，这样的话他们输了，他们现在输，输一枚，输一个，输我们一个。好，再来第三棒，一、二、三，破！我觉得不要下太多，不要下太多，剩下一就好。对，我们下可以折一半吗？你想要压零点五？不是，他对娱乐的事情超不了解。还是我们下多一点，最后一米二，这边二，对，你们怎么样？三，这样他们是不是算对不对？真的不能让女生一队，有我们经常让女生同一队问题都。没有，因为最后一定是对啊，还有最后到我的，对你一定是最了解的，对。好 ，OK， 来，第三题，请出题。请问 Selina 从小的志愿是从事什么行业呢 ？A. 老师 ，B. 护士 ，C. 医生。啊，没错，先打他，就打了。哎，什么？去溜去溜！你怎么会知道他小时候要干什么？对啊，我也不知道啊。你又不是他幼稚园老师。啊！哦，其实蛮可怕的。希望他答错。哇，这应该不会答错。这应该不会。姐姐是师范大学的吗？对呀、啊。对啊，我就记得。对呀、啊，我也是。你看、啊、我的好快哦，好可怕哦。啊！我猜是 A 老师。恭喜，答对。答对了，答对了。可恶啊！这个应该对啊，应该就是应该是 A 老师，对，老师想当老师，因为我妈妈也是老师，所以我从小就很想当老师。家庭观念来说，应该是这样子的。好，接下来就第四棒喽，第四棒，请站出来。啊！喂！啊！啊！我们的啊！喂！啊！啊！我们的女王本人。我自己没有，可是其实如果你抢输他，他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你还是输哎。对啊，对啊，你没有绝对获胜哎，因为还是抢，所以你还是要抢。请出题。Selina 出生于台北市士林区，请问士林区的邮递区号码是多少呢 ？A 一一零 ，B 一一一 ，C 一一二 ，B 一一一 ，C 一一二。我跟你讲，有很多人自己住的地方，他邮递区号是不知道的。对，会吗？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你觉得犹豫吗？是几呢？到底是几呢？哎，我好像真的忘记了。A B C， 好，应该不会错啦。C 有念完吗？刚刚我只是怕他 A B C 斗不起来啊。Selina 还好吗？很快。女王你还好吗？蛮可怕的。后来我有点已经偏离轨道了。你的脸已经有苍白了。你为什么会用背躺着啊？我因为我要拿这个，我要救他，我就是我很想要起来，我起不来。溜滑梯的方式好特别啊。好，没关系，我跟你们说，接下来是最后一棒，我们就只剩人符，然后因为我们。前面加下来就只剩一枚，就满八枚了，所以我们这个会是一枚。女生，最后一位请出来。来，剩一枚，最厉害的，一枚的 PK。哦，他们也只剩一枚。哦，他们一定要赢。对啊，他们一定要赢。他们赢的话，我们就平手。你真的了解女王吗？请问 Selina 的爸爸，也就是很爱聊性的任爸，你知道他的全名是什么吗 ？A. 任达华 ，B. 任明平 ，C. 任明辉 ，D. 任明平 ，D. 任明辉。有他的爸爸的啊！敲啊！哇！啊，要敲他对。他只能敲啊！哇！好大力啊！
你有没有那么大力哦？去啊去啊！加油！哎哎，锤子锤子，到底是什么？完了完了！喂！我只要选一了，我应该是平吧。来，答案是 B， 任什么平？啊？没听到，任，一定要讲完整是不是？对。好，那 C 任答回。恭喜，答错。答错。哦，有机会，有机会。告诉你。我要出发喽。哦哦哦哦哦哦哦！气势很快哦！任明廷还是任明辉？答案是。究竟仁甫会知道答案吗？王子队能否胜出，拿到公主队的线索呢？来喽！一、二、二。很危险呐！没有人在山的时候蹲低的啦，很危险呐！你这个如果要相约殉情，我就死了呢。因为我就先走一步，然后你可能看我掉下去就，哎呦哎呦，摔跤赛了，摔跤赛了。迈向幸福的微笑，每一秒。任明廷还是任明辉？答案是 B， 任明。停，对，恭喜答对，阿夏，恭喜答对，哇，不知道怎么猜的，对了，厉害，所以到底是什么？叫任明廷，任明廷啊，真的，真的吗？来，女生，你们现在剩下几枚？哎呀，四枚，我们有六枚，所以恭喜王子队获胜。哎哎，依你所愿，现在可以听你们要去公主的线索，公主的线索，对，去哪里？公主的线索，公主，好，真公主的线索嘛，真公主，对，真公主不喜欢吃纳豆，哦，那喜欢吃纳豆就是假公主，那。你是没有什么脑筋急转弯吧？那就一就是啊，一就被排除掉。不是，他是一不是是真实的还是是那种的脑用脑筋急转弯的模式就有点吃瓜很幽默一下嘛，对嘛？幽默你不要这么给勾引嘛，他这样讲我都知道答案了，你还一直在争。对啊，如果我们因为我们刚帮你们是怎么玩，你们那边是什么状况？我们刚刚是完全不能讨论的。不不不，不是，我们只是我们那边讨论什么？我们只是发现一个状况，什么？就是我们刚刚男生我们不了解去那边会发生什么事。对啊，那你们去那边发生了回来了以后，因为你刚刚说我是真公真王子嘛，对啊，然后我们去完了以后，我们就会想说为什么你会指认我？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谁是真公主。对啊，你们没有听啊？因为我们这边有提示啊。所以你们刚刚听完了那个暗示，但是都没有答案。嗯，我们。有一个答案，那我要挑仁甫，好为难哈、哦。我觉得真公主是好难哦，我要给线索，要掩饰身份，又似乎让你感觉到什么？对，这真的蛮难，真的蛮难的。真公主分析应该是穿白鞋的。哎，只有一个不是哎。哦哦哦，先剔除掉一个的意思。哦，让他稍微变小。我其实觉得我可以不用问你们，我到直接就盲猜。如果按照我们的经验，被你们搞头。按照我们的建议就是哦，你直接玩最后一关就好了。对，都没有直接去第四。好难哦，这很难的。好啦，所以丫头觉得真王子是王仁甫。对。但是王仁甫说他觉得假公主是依依，这是我目前得到的线索。哎呦，我现在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了，那我就告诉你们。哎呀，心虚呢，有答案，先耍帅。那就吃东西了哈。啊，竟然是这个，哇，好多零食哦，让我们吃哎。这个
时间吃很淡。你也是饥饿游戏不饥饿的。对啊，我也是。一个人挑一个。哇，一个人挑一个。那我挑这一个。这个好聪明。有好几个。哦。不能饮料又饼干不行。饮料也算一个。只能买一哪一个？明明吃的喝的就是一组，为什么？吃的喝一组啦。我最喜欢。你刚刚那一组，你刚刚一关就有肉的啊。提早收工。第一关明明就有吃的有喝的。你看喝水。哇，这个好大一包哦，很划算。这样要公平呐、啊，我要看重量。啊、这个好吃，对。你说净重68克，54哦，68比较重哦。哎，我要这个五香海苔，这不错，这不错。巧克力热量高的。其实哦，慢慢吃是要吃这个，但是吃个巧克力增加一下热量，天冷肚子也不错。这个也不错。小熊饼干好吃。我选休闲丸子五香海苔口味。那我选巧克力就好了。你选这个，那我选这个，你可以给我吃一口。好啊，很棒，好，我们可以分哦，不行了，各吃各的。哎，你真的好小气，真的好笨，好哎。没饮料这事情是不是有点太过分？无聊观众，我觉得刚刚我很想相信王仁甫，因为我觉得他给的方向就是好像有一点点暗示，又不会太明显。可是因为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露馅了，他说。啊、哦，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够有点给讯息，然后又不会让队友发现，又可以给到女王资讯了？我觉得多了，真正的王子他才不会这样，所以我觉得王仁甫是假的王子。好，我们从这个溜滑梯遗失到大草皮上了。对，哎，通常到了大草皮就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事。该不会待会我们要开始追逐了吧？啊，建议大家先暖身了。哦。如果有大猎杀，你会累死哦！啊，不要，我超害怕那个。哎，你们不要吓，你们不要人家。我们已经有很多来宾来一次就不再来了。我如果这样，我一定第一个就是先投降。那你要继续待在王子队。为什么？啊，对，因为他们会输啊。你这样讲呢？好，来听听看这关我们要玩什么？两队要派出一位队员抛飞。呼啦圈啊，其他队员同时前滚翻后要穿过呼啦圈，穿过的话就是逃出，然后率先全员逃出的队伍获胜，多人队的先攻。哦，这女王加入哪一队呢？哎，可是那少人队的有一个要穿两次这样子，没有，五人队就是五人逃出，四人队四个人逃出。哇，比较好哎。啊，那我不就成为真正的拖油瓶了？不是，我想求一下女王，你有办法翻吗？像我，你会不会翻不过去？然后看你卡到一半这样。我其实没有很有自信哎。你说前滚翻？前滚翻应该不难吧？小时候大家都就是头顶着地，然后往前转一圈那个。好，如果你跟我同一队的话，我再教你有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翻的方式。但我要看你跟哪边同一队。你现在是在招揽他来吗？其实他来是不好的，不来是不好的。那我现在教你，然后你因为我觉得啊，如果他没有自信，干脆就去那，我们四个快快过，然后我们就知道你们的线索。你又多一个，你要多一个线索，公主的线索啊，我们会帮你逃开。可是他们会骗你耶。对啊，而且我们刚刚第一个，我们就大概已经知道是谁了。第一个提示只是你们没有听到。对不对？我们也有给他提示啊，我们也给他提示啊。那你们提示很好跑。对，多人队先攻，先攻好像比较好哎。先攻应该比较不好。为什么先攻会比较好？比较不。我先逃出，我就先逃出，我就比谁先。哦，算是两边各丢一次，一次哦，轮流大了哦，先攻机会大。虽然我加入是拖油瓶，但是先攻，所以又有一个优势，是这样的概念。但搞不好第一次就全部逃出了，另外一队根本都不用玩，因为有可能其他人都逃出了，你还一直在翻。好，那就来女王决定。那我问你，我如果加入了这一方，然后他们输了，然后他得到线索，我一样还是可以问，对不对？对，还是可以问啊。女王最大，那你就是那等于是你就是选想跟谁玩、啊？没有，我跟你讲，其实逻辑就很简单。就是你想要赢的那一边，你就是去那，因为你可以吃东西。对，只是吃东西而已。逻辑是这样子，只要想这个就行。的话，我觉得女生比较难。我觉得应该还是男生。对，女王是可以前滚翻的哈。可以滚啊，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很敬业。女王说滚啊。其实我，他如果真的不行，我要不要后面帮他翻一下？你就头顶着，你就维持这个动作这样，然后我们会在下面翻，然后你就往前。好，所以女王选择王子队，王子队 ，OK， 所以王子队要先来。对对对 ，OK OK， 好好好，来就位。
你想着你用你这里去，立刻起来，然后这里去碰，这里去碰地板，小心啊，小心。啊，对对对，然后起来穿住就有这样子。重点是滚完之后要赶快找方向。对啊。好，怎么样？你们自己的方式滚。看你要用头还是，因为你后面有马尾，所以是怕你压到。马上就热了，哎，如果要减肥就一直吃了。你会先吐，你不会先瘦。这垫子其实不算大，对，所以我们四个的话会有一四个有点挤哦。我觉得应该三个，这个会撞得头破血流的。就回合数来讲，当然是如果四个都穿过，那当然是最好。当然。不可能，因为他要求我甩出去，他要求我一定要这样子丢，哎，所以我不能分这样丢啊，我要一定要这样子握着，然后一次这样丢，所以那个这样太难了啦。我觉得顶多两个吧，他分出去有分到两个，你就觉得很好了。你可以先试一次，可以啊，可以。我们大概知道你滚的方向跟距离范围，我们要没有。我跟你讲，你因为你可能会很慢，所以你最快的预备姿势就是这样。啊，你，然后你只要听到一二三，你就直接过去就好了。对，好。好了，不要再拜了，不要再拜了。原来我看你已经拜好多，我都已经过来，我都已经觉得我算成仙了。我没想到你这么虔诚，在对酒扣的。是公主吗？我是公主。你是公主吗？我在我世界，我觉得我是公主啊。你要相信我是真的。哎，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是王子。真的，你要相信我，他也是假的，他也是假的。只有春天是真的，相信我。你是你要跟我讲话，我是想你们的线索。你现在赶快再去找盒子。你不会又骗我吧？我不会骗你的。你们都在骗我，你们全部都骗我。被折磨到不成人形的女王，究竟最终能否睿智的找到真王子与真公主呢？迈向幸福的微笑，每一秒。好了，不要再拜了，不要再拜了。原来我看你已经拜好多，我都已经过来，我都已经觉得我算成仙了。我没想到你这么虔诚，在对酒扣的、啊。要试吗？你可以试啊，你可以试啊，你试一下，不然我怕你抓不到那个感觉。啊，不错，没有站起来，对，对，加油，是这个逻辑，是这个逻辑，对，好，可以吗？加油喽！好，所以陈立娜，你准备啊，你先膜拜的模式，好，预备，好，来第一 round 哦，一、二、三，啊，三，啊。你太厉害了！你这三个环其实丢得很好，长度太短了啦。可以，不会啦。你还想要这不是？他们会很久啦。对呀、啊，这边我们看到三位穿着桃红色衣服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哎，你们的动作都好丑。丫头，你动作好丑。对呀，屁股翘得很高的。哎，到底要不要？这个会不会有障碍？你们预备动作要怎么样？这样。好丑，好丑，三个都一样，虔诚的信徒。好，来，好，准备好了，自己喊哦。1、2、3，哇哦！哇哦！哇哦！这个就是丢的人的差别。你要三个人往后滚才可以耶，我们一次一次来，我觉得。我们一个一个，我们稳稳的，因为我们现在如果两个人一起来，刚好两个人相撞，那以后他也有可能两个会比较偏。对，然后两个我们就不好抓。好，你一个我们就两次机会，我们一次就一个一个。好 ，OK， 好不好？好，我丢，好来。丢啊！我丢是不是？等一下。什么？等一下？哎，我们是同队的。不是，我们同队。啊，我刚拜你拜那么虔诚的。我刚拜你那么多次，可以就这样吗？哎，没有，就又要换边了。没有，又换他们了。哎，没关系，他们三一个都还没接到，他们一个都没有。好了，来了。好。这是哪一招啊？我感觉你是要用扔的，你要这样绕的。圈，其实我不知道怎么丢，而且一样嘛，一二三，然后丢。丢飞盘这样子，要往上哦。给你试丢一次。我试丢一次。对，你先试，我看一下你的角度。一
二三，哦，哎，可以，哇，可以，可以，直接把你套牢，哇，对，但是但。你好强哦！但如果这个都不用动哎，哎，你去夜市一定常赢到娃娃，对不对？你好强，你蛮强的。好，预备，来福，加油，来福。好，预备，来福。楼上看到东西了，来福，来福，三，来福，一，三，有了 ，Nice，Nice catch，OK OK。好了，他们都说可以练。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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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好哎，很好，这个很好哎，你维持这样子应该就可以。那我们为什么他们很好，我们干嘛要开心？对啊，我们会不会阴沟里翻船？好，来，预备，一、二、三。哇，有一个，三。哇，有一个，厉害厉害。哇，他有硬跟过了。好，剩一个，一个 ，OK 啦，没问题的，已经有感觉了。要结束比赛。好，来喽，来，来福二号。二福。一，二。哈哈哈哈哈！你好危险呐！没有人在三的时候蹲低的啦，很危险呐！你这个如果要相约殉情，我就死了呢。因为我就先走一步，然后你可能看我跳下去，你哎呦哎呦，摔这么菜鸟，算了。真的好可怕哦！好，来福二号，一、二、三。哎，好，没有过头，对啊，没过头，哎呀，好，对，没事，没关系，好，所以还有，他们还有一次机会，因为他花花也还没过，对，花花，可是花花来丢，叮咚一鞠躬，咚二鞠躬，二鞠躬，哎呦 ，OK， 太远了，扎太远，我跟你讲，为了展示我太会丢，我来丢。对，然后我背对丢，哦，背对丢，我们黄金搭档，来福一号跟二号的演出，好来哦，来，一、二、三，哇，三，哇，都丢到你那去了，都丢那去，差很远呢，第一次三个，表现不好，两个，好，我要喊了，好。他没有投，刚鞋子也是这样的，对，他没有投，花花算，我好紧张，我差一点，他们刚差一点三个中哎，对啊，我觉得还是Selina正丢好了啦，背丢好像有点困难，确定？对，你刚弄的是两次，啊，再次，不要玩到最后一次，玩到输哦，最后一次，好来了，鞋子，来，一、二、三。有了，这样可以了吧？他冲到这里来了，对啊，等，差一点点就输了啊！你们只剩两个没过啊？对啊，我不要玩掉了，玩掉这个胜利就好。所以我们来听线，耶！所以我们等一下是要杀对方的真公主，对。所以假公主就不用杀，所以我们等于是待会一是不用杀的，对，没错，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的是一不用杀了。好，真公主第二个线索。对，真公主也不喜欢八月三十一日。为什么啊？八月三十一日是什么？哦，我知道了。真公主也不喜欢。哦，所以假公主喜欢八月三十一日。830，那个也是假的，就那个假的，我们也不能杀。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一个假公主了，两个假，已经确定两个假，所以剩下的就是有一个真的，对，要选一个真公主。OK， 我只能选一个人讲，我要选择写字。
你跟我说谁是真公主吗？啊，真的很难。刚才你是不是已经先知道我们一个线索？对。好，那我就继续说，真公主穿着黑裤子。什么意思？越来越小哦。这样子，我觉得你们都很故意都讲这种这样。我其实我觉得应该缩小蛮多。表情管理，表情管理。好。好，收工了，对不对？吃东西好。好，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这次有饮料了吧？准备太多都不饿啊。又吃零食，我们可不可以换点东西啊？我们可以吃点热的吗？我们把零食，起码把零食拿去加热嘛。零食加热。你好，我已经决定要拿饮料了。太渴了，是不是？对啊，我上面这什么东西啊？哦，我要这个。你刚刚22选1的，你现在就可以选另一包啦。哎，这样三个都可以吃到。来个咸的好了，吃了两个。女王目前是全胜哦。对呀，对呀。可是我缺一点线索都没有。迷你脆的。有了啦，怎么会没线索？可是女生只有男生的没有啊。补充维他命 C。太悬殊。好，边吃边到下一关喽。好。头痛了，烧脑，烧脑，烧脑，真很烧脑。哎，多拿一包。哇，对啊，你这样不行，他们能不能拿一包这样？你给我举手来，去我那里帮你给我举手对吧？那就开始举手了。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对吧？大衣裳。他怎么是这样？我跟你讲，鹅肉比较贵哦。那奇怪。我跟你讲，鹅肉也涨价了。啊！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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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真的哎，我搞定他了。好，下鱼了。嗯，哎呦，我们赶快捉鱼。接下来这个关卡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了。对，要怎么样进行？进行，我让你漂浮大猎杀，寻找水。水。找到之后就返回总部倒水。王子找到的话就倒公主，啊，公主找到就倒王子。不能互倒就对，一定要到对方。到对方，让头牌浮起。浮出水面的话，就可以淘汰那个人。哦 ，OK。最后，真王子跟真公主存活的话，就是真对或真。好。好，那 S 女王的重点来了。我可以在这边看他们倒吗？你也可以出去找水。哦，我要去找水。你也可以出去找水。找水后回总部之后，可以询问一位王子或一位公主的线索。哦，他自己也有。对。S 女王有一个法宝，叫做针筒。他可以随时前往总部，在总部里面调节大家的水量，也太大只了吧！哎呀，这样子，等一下，它是无限次的吗？对啊，他就这样戳完，他就可以这样一直弄，一直弄。但是他只要弄到一个真的王子或公主，他就输掉了。你可以一直戳，你可以这样戳都戳到干掉，让一堆的。所以言下之意就是，你觉得如果这个是真王子或真公主，好像水快满了你就救，但其实你有可能救的并不是。哎，可是你要知道哦，你要很快速的找到真公主跟真王子哦，因为只要我们在这个杀的过程当中误杀了一个真王子跟真公主，你就输了，就结束。好。哎，什么？刚黑裤子怎么不见了？对，明明就这么冷，为什么会换短裙？忘记了是不是？哎，对耶，先扛回去。哦，对啦，因为玩那个玩游戏短的，是这样吗？我们都给提示了才换裤子，了解。现在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应该也都各有目标了，所以呢，想办法杀掉对方就对了。对，好了，听声音，预备 ，Go。这里，
我就看到哎，很明显，而且好大力哦。好，盒子给我，就这个是空的吗？好，越回去回去，然后金线走。什么？怎么大家都找到了啦？到了，没事啦，怎么这样这么快？你要先回去。不要这么快！你要相信我，我是真王子。我觉得你不是。你一定要救我！我在带风向，我带他们直接讲出谁是假公主。因为如果用真的，可是我有看到的讯息，全部通通都是假的。可是我有看你的节目，好，你先不要进行讲。你一定会骗我，你不要掉下去了。我带的风向全部通通都是带他们要讲出假公主，因为我们得到的是假公主的讯息，所以他给你真公主的。可是他给你们的不是假公主的讯息，他给我们是假公主的讯息。他给我们是假公主的讯息，所以我只能说他给你们答应我给他们真公主的讯息吧。我们给的都是真的。它都是真的，可是是真的的。好吧，这一定都是真的。好难哦，怎么玩？但是我没有方向哎。虽然说第一题题目一定是撇除它，因为它不是真公主、真王子。那，花花，嗨嗨，你是公主吗？我是公主，因为我跟你说为什么我是。因为呢，我想，因为我刚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一直找不到那个王子是谁。可是因为我是，你一定不是。哎，你带我，你带我，那我猜他，我不是，我是啊，我在我的世界里面我是公主啊。好，我得赶快倒完，那个我要王子的线索。他不是个老头，最老。不是个老头。那边没有，那边没有，这边都在这边。都往那边。好厉害的，厉害的，厉害的。他还是，他没有这么高。你也太快了吧，等我。哟呼！小心，小心。我跟你讲，我跟你讲。直接跟你讲，我是假的，我是假的，对，我就知道，我知道，因为我非常，你怎么会知道？因为我们第一个线索，我们第一个线索是真王子不是一个老头。可恶哎，什么鬼东西呀？哎，你们这真的很过分哎！哎，你们线索不可以攻击人呐、啊。好，我跟你讲，所以我们现在就很明确了，目标有了，可是我们要赶快找到我们的同伴，男的女的都是我们的同伴。好，我们的线索你觉得真？我的，我现在你们就去一直狂灌。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我假装是真王子，因为我顺着压。现在全部暂停哦。我想要混进去。先暂停，先暂停。让他保护我。OK， 你懂吗？所以我真正的真正其他外面的那个真王子就可能水会被抽掉。对，可以啊。反正我现在就跟你们这样讲，我要如果是，反正我的策略就是要这样子。没问题，因为我们也不能杀自己人、啊，我们只能杀女生啊，我们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对啊，我用这样的方式去拖时间。好，那你要杀谁？女生的谁？我们就杀、啊，我觉得不是，因为现在排除掉的就是丫头跟那个嘛，丫头跟圈圈两个其中一个嘛，就杀这两个其中一个，就一定是集中这两个杀。嗯，所以就尽量拉时间，对，还是集中。我会去拉着他多讲话，因为我要让他少回去。他只要少回去，就会有时间可以杀人，对，对不对？你们不然他常回去的话，他就可以抽啊。对，所以我去拉着他讲话。好，你拉女王就对了。好，他是不是个老头？所以老的是假的，所以我要多抽一点给他就对了。哎，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是王子，真的你要相信我，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到底自己干嘛？出来！我在跟你聊天。不是，我跟你讲，我现在就跟他们讲说，我假装是卧底，我才能够过来在你旁边跟你聊天。然后呢，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从头到尾都在带正确的方向。真公主不喜欢八月三十一号八三幺，所以呢，所以真公主就真公主，真公主不喜欢八月三十一号，所以是假公主喜欢，所以假公主喜欢八三幺，那就是豆花嘛。对，我刚刚给豆花。对，所以豆花假公。然后在他另外一个提示是，哎，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假的？哦，对，假那个真公主不喜欢吃纳豆，是假公主喜欢吃纳豆，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是只有知道假的。所以刚刚那个指控我真的人，他是用猜的，所以丫头跟圈圈两个都很怪，可是目前我觉得丫头比较怪。然后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是真公王子，因为我一直在带风向，我成功带他们讲出假的是谁，正确来说。可是我怎么知道你讲的假的线索是对的？反正你的真公主现在就只有圈圈跟那个叫什么？那个詹子琴其中一个，真公主是这两个其中一个。那你还没到完？对，然后
你要到公主对不对？我到公主，到公主。哦，你只能到公主。好，那完了，那我要到我要到真，我要到假公主嘛，对不对？我应该到假公主，那起来就淘汰。那假公主先去，对。好，你要相信我，那我待会出去会找到你，跟我走在一起。我只要找到瓶子，让你回来；找到瓶子，让你回来。因为我得到线索没有用，你要有很多线索，所以我们一起走，快点。你怎么可能那么好？我是有风险哦，没办法调节水量哦。可以啦，你要跟着我，真的啦。可是我怎么相信你讲的是真的？真的啦。那为什么我被他带走？怎么会这样子？那我现在针筒放在这里可以吗？所以刚刚是怎样？我跟你们说，我觉得我听完线索，你们俩都是假的。什么？没有假的，我们要同盟啊，傻瓜！假的同盟，我们才会赢。可是我女生的我不知道，真的，我已经猜到了。如果你是假的，我们就是同盟，我们要一起。对对对，我知道。因为我刚听完男生，那你怎么知道我是假的？因为线索，你觉得他也是假的吧？你听完线索以后，我猜测。对吧？所以不是，其实那个线索是蛮人身攻击的。但是问题是，你怎么证明你是真的还是？对啊。但是因为那个主角来了，我们等一下再讨论。但是我反正我们要同盟就对了，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说，待会见。都可以算好了。你拿到了，我拿到了。原主。啊，趁他不在的时候跟你们聊天，我觉得是丫头。丫头为什么？因为我非常注意你，很重要，挺公平的。对，因为我被人身攻击了。对。然后可是因为他第一个拿到线索，因为他居然是假的，我觉得很奇怪。但是养母哥也是有道理的吧？可是因为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讲一个最……丫头是吧？我觉得是他。还有你，我为什么是我？因为我穿黑裤子。你是黑裤子其中一个，对啊，可是我们黑裤子有三个人啊。对呀，反正我只是想要平反。所以你是目标之一啊，你没有任何的线索，你怎么去证明？也有什么？那我可以回去。怎么那么简单啊？啊，你没有拿到吗？没有，我一个都没拿到。你拿到几个了？两个。可是我们不知道男生是谁，我们这么努力怎么办？我们如果赢了杀谁？赢了杀谁？你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是假的，你是假的吗？你确定？我是假的啊！让我。那你觉得对？那你觉得谁是真的？因为我刚正想要杀仁甫哥、孟哲哥跟周定文，可是因为那个 Selina 姐来了之后呢，我不能让她觉得我，所以我就假装道奇志哥，因为他刚把我供出来，对吧？是吧？他确定是假的，因为他第一题题目就是他不是老外的，所以肯定剔除掉。可是我刚刚不知道是哪一个，可是因为仁甫哥一直展现诚意给 Selina 女王，所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他。可是因为 Selina 后来呢 ，Selina 她后来有发现我不是公主，就她刚刚有盗我，对，所以我这瓶水我先交在你手上，我怕她先杀我，是可以这样子吧？对吧？是不是可以给别人假装是他找到了，可以吧？你在地上，我捡。哎呀，掉了！哎呀！不要捡上！不要捡上！讨厌！好，胖子，你告诉我那个线索是什么？哪一个线索？你们拿到哪两个线索？真的公主？不喜欢吗？我问你啊。真的公主。真的公主喜欢纳豆。你跟网友讲的不一样啊！你们到底是在骗我？你们都在骗我！你们全部在骗我！我赌到了，到了！我要到谁？我要到谁？第一个线索是什么？男生的，对不对？对，男生的。我们说他不喜欢吃，真的公主不喜欢吃纳豆。对。OK， 那第二个呢？真的公主，你要倒水吗？如果我要倒水，后面要先去。好，你要聊天的话，我让后面跟那个日期有关。对。不是你没有跟我，他要倒水是不是？对，你可以去看他。我要去看他。跟他倒水。我觉得许梦哲怪怪的。倒空。徐梦哲刚刚假装在思考，因为他怕他讲出
他心里面要杀的人。别跟他闹哦。是可以分不同，可以啊，来不及了，好吧。所以你本来想要到谁？我怀疑，我怀疑他们，对。但是，好吧，我去，你抽。我觉得他到全部都倒在君君，很奇怪，跟他跟我讲话有点不搭。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啦？呀，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跟你一起的。骗人！真的真的，我不相信。你是假的，对不对？我是真的啦。你屁啦，你是假的。我是真的。我们拿到那么多女生线索。我长相不像公主吗？长相跟什么东西不一样？你假的。我假的。对，我跟你讲，现在。那你有没有水？我现在没有，我刚到。我那边，我跟你讲，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你赶快，我那边找到。对对对，这里这里，我刚刚瞄到。我那边找到了两瓶。好，快点。撞的撞的撞的！等下你有没有线索？男生？可恶！我问第一个，为什么丫头会直接一口咬定她觉得王府是？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们第一个线索是真王子不是老啊，所以真王子不是，所以已经剔除掉写字格。对啊，然后就是往，所以丫头才会觉得说往年轻的想，因为你很年轻嘛。在里面当中，王子不是老啊，不是老啊。哦，我们知道这个现实话。来，我跟你讲啦，你们演员都在，我也不怕，因为我是第一个被你们知道身份的，没错，大致上知道身份了，对不对？我告诉你，我就直接跟你们明说，我进去就是会到你们两个其中一个。嗯，为什么？因为你们两个对我来讲是最有嫌疑的。没错。对。所以刚刚我就是问了花花，花花不是啊，就剩下一个就是一直。我告诉你，我觉得你的嫌疑也很大。对，你怎么会觉得花花是？我觉得花花不是，我要一个个问吗？没有，你要想哦，反向逻辑，因为人福哥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啊。如果他是真的，他故意讲反了，他在隐藏。哇，这个游戏真的头很痛。你懂吗？他故意把花花隐藏下来，说，他觉得是我们三个其中一个。我来了，你是公主吗？我是公主，我是真的公主。喜欢是那栋吗？不喜欢。真的王子跟真的公主一定跟我讲真的线索啊。嗯。所以刚刚两个男生讲的是一样的，就表示那两个男生是假的，除非他们真的是搞混了。所以刚两个跟我讲一样的，所以他们是王仁甫跟周定伟。周定伟，一定是周定伟，我误会贤智了，怎么会这样子？我刚得到第一个线索是什么啊？对对对，是，那我就知道啊，他是王子啊，这两个是假的啊，这第一个你们给我的线索呢？没事，我对不起，我暂时怎么样？我也在想，我也在帮你想。你帮我倒，你帮我倒，你现在真公主对不对？对。你帮我倒鞋子，是鞋子吗？对。我刚刚说不是。你帮我倒，因为如果他死了的话，你是假的公主，你就死了。哦，你倒啊！我可以倒啊，可是他们刚刚说我。你倒啊！你说我敢倒？你骗我！你不是真的公主！我没有骗你，我只是在想。你一定骗我！好，那你对，不然你就在我面前，你不要倒他，因为他已经快要死了。你倒这两个，平均倒，没有伤。如果是我，把你不能倒的王子，哦，王子是他是不是，对，王子是他，然后你不是真公主，怎么会这样？哎呀，女王怎么会认贼作儿，保护起了孟哲呢？究竟目前身份未明的四人，谁是真公主与王子？而他们能否及时点醒女王，避免铸下大错呢？不行，我杀这两个，你就会觉得我有可能有偏颇，对不对？那我先杀掉这个。平均倒，没有伤。如果是我，把你不能倒的王子。哦，王子是他是不是，对，王子是他，然后你不是真公主。怎么会这样？因为他们都跟我说的两个，假设我相信假王子的话，我觉得你一，你干嘛？好了好了，我跟你讲，你干嘛？我跟你讲，我们，我跟你讲，你没有好，那我问你，好。你刚刚听到，你听到主谋给你的那个男生的线索是什么？他们说王子不是一个老头。
啊，不就跟我拿到的一样？啊，就没有意义。而且你跟我讲实话，所以你是想要证明你是真的工作？对啊。所以我常跟你讲说，我觉得假的是谁？你觉得假的是？是子晴，因为他知道线索了，可是他并没有，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想跟你讲说是鞋子，可是他并没有，他一直讲人虎哥，我就觉得很奇怪。他第一个线索给你的时候是给出。哦，对。那我先倒完，那我先把军人抽下一个。虽然你给我了很棒线索，但我觉得你是假的工具。谢谢你。我真的是假的，我现在还是相信。我真的是假的，真的吗？然后王二虎刚刚跟我讲了一个他的策略，他过去跟 Selina 跟女王讲说他是真的，所以要女王保护他。真的吗？哎、欸，我还是不相信你是真的假的。你刚刚那我半信半疑。我真的是假的。我跟你讲，要不要发毒誓啊？你怎么样？怎么样？你有没有线索？我觉得他是假的吗？我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知道，我不知道孟哲哥。我知道你，我因为我是第一个被他们剔除的、啊，所以孟哲哥心里面一定最有答案。我一定是。那我也是被剔除了、啊。上个一起的、啊。你被剔除？确定哦？确定吗？真的。我要往哪里啊？哎、欸，你来了！哎、欸，你很忙哎、欸，你满了。你杀我，你会后悔啦！你杀我，你会后悔。好好，那你先倒，你要倒，你要倒谁？你要相信我是真的，真的。我倒菜黄的。我平均倒了，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有很多没理出来，这才是我的第一瓶水而已。那你第二个线索是什么？不喜欢8月31号，这样一够明显了吧？我跟你讲，我线索还是太少，我需要再去找水，所以我现在要平均。我现在有点乱掉。我现在要平均处理这个事情。哎，我是哪一只 GoPro？ 都可以，都可以。所以其实他们讲的是反的、欸。你凶狠吗？你骗我？这个是，我告诉你，你们真的是太过分了。你们那个第一个提示对我人身攻击之外，那他如果死，他还能再帮我找水吗？他死了就没了。我不能帮你找，你要死，我要让他死喽。我直接用倒的，倒到你瞒出来。OK。真实是宝贝，真实是宝贝。哎，我还可以淘汰他啦。我确定孟哲是我的王子了啦。他可以控制水量。我确定孟哲是我的王子，因为你们三个人讲的话都一样。可是女生我真的不确定，我现在很坦白。那我要去哪里啊？淘汰区在哪里？分鞋子淘汰。啊？分鞋子淘汰。哦，杀光他！他一开始我刚进去就很多了，所以游戏继续吗？所以鞋子是假的。他是假的，很明显。他是假的，因为你不知道线索，对不对？我不。那真的就是需要男生，那真的就是孟哲，那真的就是孟哲。反应想，他反应想假的，他真的是假的，我真的是假的。那就是孟哲，那我就要攻孟哲了。可是我一攻，他又知道是孟哲啊，对吧？因为我一到孟哲，他就觉得这样会不会太明显？可是我又不，你们是说你玩到这么后面怎么这么难呢、啊？好，那我有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是我们三个，我先去倒嘛。但因为你不是我们两个很近吗？你们两个连着倒，他应该就赢了吧？因为你说我们两个很近，可是他随时可以抽啊，他又不是说。我连着到他只要看到多他就抽，看到多他是可以一直抽哎。你不能够，你不能发金水。我们如果现在一直去灌圈圈，就是发金水给他，他们知道说所有人在灌圈圈。好，那我知道了。等一下是你先对不对？你先去倒我，倒我的话你看他有没有抽。如果他没有抽，他就100%的信圈圈了。倒王，我前面是倒王哎。对，集中倒王。其实王子会骗你倒一个假的。不会，好难哦，人生真的好难。我们的队友他就火了，他现在一滴水都没有。不是，他力保自己。那我们我真的是假的啦。我跟你讲，如果是假的，刚刚走人会哭哦。那爸爸，这不是这边说谎，假。虽然他现在还看不懂，他以后找他的。不是，不是啦，不是这样。不要这样子咬他，狗狗咬他，只是聊聊天而已。好，哎，君君，你要到谁？说，你是真的公主吧？你怀疑，谁是王子？真的王子是楚王子吗？我也在猜是他。那你就到吧。那你会救我吗？我会，因为我一直在救你们。但是因为我跟你讲，我现在的
不用担心，我会保护你。所以我现在的工作呢，就是要把你带到别的地方。所以你不倒水？我要倒水。那你先倒啊。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要先跟我离开去找一份工作来，这样我才不会被管，这样我等下才不会一直被投诉。但是如果你现在没有跟我离开，他们就会怀疑。好，等一下。好丑哦！不要走！没有啊，我不确定你跟丫头啊，所以我会平均让你们两个，你放心。对的啊，你放心，你放心。我救你，你看我救你，我不骗你，女王不骗人的，好不好？我可能会先到人。然后我刚刚在外面的时候，那个周静文说他一直丢我，所以我要投他一次。所以你真的不跟我离开是吗？不相信我，你就真的好，我去找，不要跟我讲，我去找，我去找，我去找。为什么他们都聚在那边一直讲话？你要去倒水了是不是？走了，我们走。等一下，我要看他怎么走。我的公主，我的公主，打野。男生线索比较难杀，因为我们现在三个人还在，他们已经没有线索了。对，他们只有一个线索，说他们先杀掉孙协志了。对对，所以呢，虽然是已经被杀，那现在就剩下三个，他们只剩下两个，所以杀他们会比较快。对，所以现在就是群群跟男生也只能杀女生了，男生不能自己。他们刚刚已经在我面前一直说要杀我。而且我刚刚带着他，反正就是这两个人，我们集中灌死他们。其中一个，如果游戏还没结束，那另外一个就绝对是真公主，我们就狂灌他了。灌压好，我是大瓶。哇！为什么你有大瓶？我找了两瓶大瓶。重点是你女生不能灌男，不能灌女生，灌女生啊，你只能灌男生啊，你要灌男生啊，那你就平均灌啊。嗯，我平均灌，好，因为真的不知道。你就不要杀掉其中一个，因为你可能误杀，但其他误杀也没关系啦。啊，可不行的，你误杀到真的就完了。对啊。哎，误杀到假，哎，假的。好乱，好乱哦。其实他误，我现在真的已经有点搞不懂，我也有点搞不懂。哇塞，我现在是不是要倒多的？好，我要来倒了。你是公主吗？对，女王，你可以帮我吗？因为我刚吃了啊，你也是萝卜干，你可以帮我开。我可以帮你开啊。你想要倒谁？我想要倒多的。哦，好好好，对对，我觉得你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两个去死吧！我跟你讲，我觉得是定伟，因为刚刚我过去跟他聊的时候，我觉得他很诚实。你说定伟是他的反派，叫定伟是什么？他应该是真的，但是放着我都没有跟他讲到话，所以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线。所以我刚刚有在你跟我讲说他是真的，前提是你要是真的，你才会说是他嘛，对不对？没想到他在保护他。你在保护他？我刚刚现实，我刚你点我的时候，我是你这样讲，你在保护他，然后你现在又要保护他，所以你要保护的人比较多啊。对啊，就是我要让你知道我才是黑甲吗？没有，你是假的，因为你想保护的人比较多啊。是吧？我想要保护的人比较多，对，因为假的，但因为我不知道是谁，所以我要把我觉得是真的先保护下来，所以我没有办法只投一个，因为如果他真的是真的话怎么办？所以我只能投这两个。好，好，好，走了，再去拿去。有点乱。你现在是不是搞不清楚？我搞不清楚。男生对，谁是真的？因为没有。我跟你讲，刚刚王子有说漏嘴一个，他刚刚讲说，他刚刚。他是不是提议？因为你说你大块的，他提议说那你就平均到。对。所以平均到，如果他自己是真的，那他的风险就降低。对。但是呢，他就讲，然后后来又讲说没有，我们要集中到。好，集中到。他说对啊，不然你就是集中到。可他后来又说不对，可是如果你集中到真的话，游戏就结束了。对啊。他游戏结束。他露馅，嗯。所以他可能是真的。嗯。对。然后我赶快去排队啊。他不能让游戏结束。你看他。那我赶快去排队。所以你到他，你到他。好。倒水其实蛮慢的。过来，你过来，快点，相信我，你在这边，我现在要跟你分析，你跟我在这里越久越好。我很慢，你一定要救我。我跟你讲，你现在哦，大家哦会想办法来杀许梦者。我们现在都已经成功的受到女生都觉得他是真的了，所以他们会想办法灌他，所以你要救我。
死都不让我买，因为我是真的。然后再来，我跟你讲哈，现在呢，圈圈也是真的，现在圈圈也是真的。现在呢，我觉得是詹子晴，因为詹子晴刚刚非常努力的想要一直杀掉那个圈圈，因为詹子晴非常非常的确定，他很敢讲说先杀掉他。但是如果他这么胆讲的话，代表他绝对是假的，他要叫大家先杀掉真的，游戏就结束了。所以要保圈圈还有我这两个人，其他人要想办法赶快努力杀掉。所以你要抽水，然后你不能让他们知道。你先到。对，好，我就直接告诉你，我就到那个，蔡黄如是假的嘛，对不对？可蔡黄如现在都没有哎。詹子晴刚叫我猜他，不行，我杀这两个，你就会觉得我有可能有偏颇，对不对？那我先杀掉这个。他也是假的。他也是假的，只有圈圈是真的，相信我。你想，你想，他们很笨，他们就是你。你先不要跟我讲话，我是在想你们的线索。你现在赶快再去找王子。我跟你讲，王子不应该讲出告诉你假的是谁，因为他就会很明显的。你反正是假的啦，我现在已经很确定的啦。我是假的，我都不想听，都在混淆我。如果你不觉得我是真的，我就不走了，因为我真的是真的。因为你待会他们来怪我，游戏就结束了。我为什么死都要你相信？因为我看到我这样，本来我还可以再玩一下，可是我看到我这样，我就不能走了。因为我一走，下一个人一来断我，游戏结束。所以我必须死命的让你相信，就是他跟他，我现在必须一定要跳出来讲了。然后现在呢？你说我现在如果你不能走，因为这样就死了。因为他们那我们就让他先死啊。不行，要不要？你要让他先死。为什么要让他先死？不行，这样他们会以为我杀掉周定伟，他们会以为我杀掉周定伟，因为我现在跟他是同类。所以呢？你不能让他。所以呢？你不能，可以吗？哈，来喽，可以啦，可以。你不能这样 ，OK，Nice。周定伟淘汰，周定伟。我保你，我相信你。你真的要相信我？我真相信你。你看现在这样了，好，你赶快继续吧。你赶快继续吧，不是因为我真的是王，我只是以反指标，又觉得你讲太真诚，你戏演太好。我现在真的是，其实我100%相信你是我的队友，可是我觉得我以我平常这么不会判断的，错那么多次总会对一次。好，好不好？真的是王仁甫，真的是王仁甫。好，我好就相信你了。我彻底拉黑了我，他现在又觉得我就是假的。为什么？我刚刚都没猜到。因为我就是要混进去，我要混进去，我是真王子救他们，要把他拉走。我一直死命的想要让他相信，可是他都不相信我，所以我只能说我的策略失败。因为刚刚我就跟他讲说，就是我是真王子，真王子，他就倒走，他就把我的水倒到桌里。我相信你是倒到什么？我相信你是假王子。我是假的。哎呀，我的妈呀！算了，我现在赶快找水了，我不玩策略了啦。不是，等一下，我在想。他要让 Selena 认，他让女王认为他是真的，因为以女王的角度，他一定是要把水倒到假的上面嘛，所以他把王仁甫的水倒到周定伟的身上，表示他认为周定伟是假的，王仁甫是真的，所以并不是像，所以他就是被认同吗？对啊，所以并不是像他说的，他反黑了。拜见女王，我知道你也不相信我了，你是公主吗？我在我世界，我觉得我是公主啊。好，你要当谁？你在好大一罐水。我现在在发抖。你说你是真的公主，我相信你，所以我们你倒王而已。为什么？你这一罐下去，他就死了。不行了。就行了。可是我刚接收到那边的讯息，叫我倒这个。那你不然你一人一半好了，可以吗？因为你这两瓶有点大。对。但是倒了也没用，不管倒什么你都会抽起来。倒一半。没关系。你已经有答案了，你已经有答案了，你这样我就给你。不要这样，我很爱你，我都有在听你的歌，我也爱你啊，我也爱你，我爱你全家我都爱你。公主宝贝，公主宝贝。不是你很可爱，你一来的时候我问你是不是公主，你就说
在我的世界，我就是公主啊！就表示你不是真的公主呢。啊，我又不想，我又不骗你啊，我又想玩游戏。所以先把他倒死好了。确定啊？他的那个肉馅太明显了啦。这个好，等一下好了。蔡黄乳淘汰，蔡黄乳淘汰。嗨，你听说你一直力保我？你不是王子吗？我是啊，不是我听说你一直力保，可是我是感动，我在外面我还不能太开心啊。那你觉得谁是公主？我觉得哦，我觉得。哎，你知道啊？我不知道，我怎么？你听线索、啊。我有线索，但是我没有确定，就是我的线索只有排定两个人。对啊，那我现在已经帮你排掉了，只剩一个人了。对啊，然后你不会又骗我吧？我不会骗你啦。到时候我被我心里面认为的王子骗了。你看，我现在如果有杀掉真的王子，我是不是就已经死了？对不对？对不对？还有真的公主嘛？所以其实目前我杀的是正确的，都是对的，都对。好，还没结束啊。所以其实你应该很知道你要到谁，你要到两个人。但我只有这么一小罐啊！你就到两个人，show me。好，show me， 你要到哪两个人，我就会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王子。你不要伤害我，我已经40岁了，不要伤害我。我就这样子，好，各一半。你怎么会到他？你骗我！我没有骗你。你骗我！你叫我到两个人，所以我先挑一个最少的。总共4个人嘛，刚刚那个4个女生，线索一帮我排掉一个人。对，线索二帮你排掉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不知道你是谁。所以，可是我帮你排掉的第三个人啊，你帮我排掉一个，但是你排掉的一个是我这两个的其中一个，是吗？对呀、啊，所以我还是这两个，我还是要。等一下，我又搞混了。好，你们线索好，我先去找。好，你慢慢他们的线索第一个，你哎，你说什么？哎，怎么两个变空的？你本来想到谁？我本来想到孟哲，是因为我们女生其实就只有一个线索。可是我觉得仁甫哥比较相对起来没有孟哲哥这么一直想要拉拢大家，所以我觉得他不如就是孟哲来骗你。我觉得我得自己再去要第二个男生的线索。哦、那个一，你倒一半，各倒一半。好。哎、欸，你们还有盒子吗？你们有看到盒子吗？我绕了一大圈都没有，我走了好久。没有盒子啦。我刚刚走了2次，这是最后一个。我都没有走到大屯呢，怎么可能？你们是不是在拦我？那是盒子啊，没有，盒子是空的，都空的，被拿光了。因为我觉得我被你们搞头很晕，我觉得我现在……天哪，这也太难了吧！我刚刚其实觉得是孟哲哥跟我是一对。而且因为刚刚在路上的时候，仁甫哥一直跟我眨眼，我想说，难道他才是我的队友吗？而且我刚刚中间一度就是那个只有我跟孟哲哥两个人的时候，孟哲哥也不跟我讲话，所以我在想说，他是不是跟我不同组？所以我决定投给孟哲哥。哎呀，哎，有，大平的，太好了。希望他们不要倒完。啊！我的王子！啊！为了以示我对你的忠心，你要灌哪一个我就灌哪一个。你真的是王子，你真的是真王子，你怎么会这样子？你现在你灌哪一个我就灌哪一个。我跟你讲，真的，你要相信我才是真王子。不行不行，你不是真的王子，我是真的。我现在只有不知道公主到底谁，那你告诉我真的公主是谁？真的公主就是圈圈，所以刚刚大家在这圈圈，我们外面的人都很紧张，所以进来大家都不敢再灌圈圈了。所以我们男生，你一定要保我，你相信我。哎，贾家族全都误会孟哲，拼了命想杀掉他，无疑是帮了真王子仁甫一把。但关键在女王，究竟她会不会被仁甫说服成功，及时踩刹车，保住真家族能团圆呢？我现在只有不知道公主到底是谁，那你告诉我真的公主是谁？真的公主就是圈圈，所以刚刚大家在这圈圈，我们外面的人都很紧张，所以进来大家都不敢再灌圈圈了。所以我们男生，你一定要保我，你相信我。好，我保你，我保你被淘汰。游戏要结束了
真的要结束了，结束。王仁甫淘汰，王仁甫淘汰，游戏结束，游戏结束。是这个样子。假的队伍获胜。那你干嘛跟他讲一样的话？因为我们两个已经相认了。Yes。我们要过好啊！他不要灌我，不要灌他。Yes，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 真的 give me five。所以你那时候为了伪装，你跟他们串通，叫他们讲一样的，你们得到的线索是一样。我们本来跌到什么地方？我还没有拿到第二个王子的线索。误会你了，误会你了。你我这么跟你说，你所有人外面都已经，因为他怕你，都是你真的是。所以公主到底是谁一哦？你们知道吗？我都已经是真公主了，王真王子了，真王子了。我跟你讲的话，你到现在还不信？我跟我说是真的。他是真的，对，我是假的。哇，那好险哎！我原本这罐要给你，我一直以为，因为我以为都讲一样的话，只有他讲不一样的。所以重点还是在他没有相信你，对不对？对呀。我们一开始就没有相信。你为什么那么笃定他是假假的？因为他跟你讲的或线索是一样的，然后你有在想，就是他想，真的公主她是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然后你也想，而且因为你们都要想怎么样说反的嘛，而且你都没有发现我只有就是他没有想啊，而且我成功在带风向，因为正确来说，一开始我们你在问说哪一个是真公主的时候，应该大家都要用讲真的是他猜哪一个，你就会变成你没有线索。可是我是讲出谁是假的公主，就是直接帮你删掉人了，所以以至于后面的人都用这个思维想要用假的去告诉你，所以你应该要两个人。但是因为我。一开始我其实本来要相信你，可是因为你说出了那句话，你说我要怎么做能够让他知道，能够让女王知道，然后又不会被队友发现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你讲这个话也太明显，太刻意了，太刻意了。我到了第一瓶的时候我还相信你，但是我后来跟他们聊完之后，我发现你在讲假话，然后当我发现的时候呢，孙贤师就被淘汰了。然后刚玩到后面，我也是顺着剧情，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玩到最后他力保我。然后我想说，觉得你是真的，你力保我太好了，因为我是假的。我跟你讲，我呢，周定伟，我们也都觉得他是真王子，除了王仁甫之外，所以反而误导皇后了。对，我一开始也以为，所以你们是，你最后是被他们误导了，因为我们全部都以为对，因为我们假的沟通起来就是说我们要先杀什么，因为许王子是真王，然后你。连你们也都想，连女王都力保我，然后他们就想说，哎，女王刚一直抽你水，哎，然后我一进来我就好开心，就说哇，你一直抽我水，谢谢。而且我告诉你，先不要冲动，你不要倒满，还留一点给别人。他就说，我就是要你。游戏就结束了，然后游戏，然后过完了，他们说游戏结束，大家耶。这个游戏最后结果是有点阴错阳差，像什么样吗？我成功骗了外敌。但内人不相信我，好吧，好啦，也只能这样啦。谢谢皇后，恭喜假公子以及假公主获胜。假王子，娘亲啊，你为什么杀了儿臣啊？娘对不起你，儿臣在外已经隐藏身份多年。却亲手把我给斩了，你变太多了，你能忍不忍吗？对啊，横向发展太多，太难过了。好，没有关系，但最终还是我们假假队获胜。好，对 ，yes。那这边有两个奖金枪，里面会有9000元的奖金，对不对？看到白纸就没有九千。谁要来？谁要扛责任？哦，来自比较不嫌摸到就算了，对啊，不然皇后对不对？好，皇后选，皇后选，皇后选要正指标还是反指标？反指标好，我选反指标嘛。皇后选不要，皇后选的不要，会再反码的，我选这个。好，那这个不要，我们就决定这一次。刚刚也是觉得就是，他他会反走一天，对啊，他结果但最后输啊。哦，也是哈，我最后输啊。这个没有什么一定啊，没有什么一定，他的运气只有三关。对，好，我们就这一把了，决定了。好。纸，新台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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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指标哎。哦。哇！天哪！好吧，所以今天恭喜最大赢家是饥饿团队获胜。来了来了，无论怎么样，今天都算是一个新体验。哦，真的。最后一刻一样，请 Selina 来介绍一下你的新唱片。我的 EP《完美的路》，我要自己做主，在12月17号的00:00已经全球上线了。然后 MV 呢也全球首播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这张 EP， 里面有3首歌，2首歌是我自己的词曲创作。对，所以大家可以透过这词曲一窥现在的 Selina。任嘉萱已经是蜕变，还有转变到什么样的状态？是 MV 还有音乐都点起来哦！谢谢大家。欢迎啊！如果第二波真的就像人夫讲，第二波真的女王不想输，我们要赢为止。再去啊！再挑战一次。第二波的时候再来，好不好？好。不会啦，我们这么好。好害怕，我那时候好害怕。对，来又要烧脑了。对呀。体力都觉得你们好厉害，很佩服。OK 的，好玩的，谢谢你们的团队，谢谢泽琳娜，也谢谢我们今天所有来宾，谢谢，来玩，来好看的饥饿游戏，下周见，拜拜，拜拜。